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”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 Shut
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，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带金箍从此不再离开故土半步。别听他拜着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 披上这件衣裳，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，金海尽干。